老铁们啊，今天咱们吃个小波龙啊。这是哪里的老妹儿送的？这个是菏泽的老妹儿送的。菏泽靠海吗？菏泽里边是河里边的龙虾。看这肉，蘸点料汁儿啊，必须得蘸汁儿。嗯，我吃出来，哇塞，这个肉真好，真筋道。哎呀，还挺硬，必须牙口要好，牙口不好的不能吃。确实好吃。